胡彪仔逞凶开枪砸店，冰桶洒尿。高雄市这票以绰号大猪为首的飙车族可嚣张了，今年四月只要互看不顺眼，就会手持枪棍做事砸店打人，还追上街头开枪，事后发现竟找错对象。这票飙仔更夸张的是，他们在另一起寻仇砸店竟有人在冰桶内尿尿。警方历经两个月的侦办，根据这些飙仔使用的机车，昨天巡线逮捕这11名飙仔，查扣作案的枪支、球棒等证物，以组织犯罪、公共危险及伤害罪嫌将这些飙仔移送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